先吃饭还是先吃菜？还是先鱼？还是先吃肉？你有没有吃饭，金伯廷？好渴，好渴。马上喝一口就好。喝一口，不是要喝这个，喝一口就可以，然后继续吃饭哦，好不好？来两口，那我把那个夹过来好不好？你目前有没有专心吃啊？最乖是不是？你要什么？吃鱼啦！我不要这个。这个只是没有点点而已哦，哈。没有了，被我吃完了。嗯，老师。我要吃，我想吃这个汤。什么好吃？那个。真的哦，啊，汤就是好吃。有汤，玉米汤。来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菜菜加肉肉，真好吃。你吃菜。吃完了。啊，他从昨天已经睡到早上7点吧，8点。还要吃糖果饺，我还要吃糖果饺。没有糖果饺，还是那个是花枝饺。听不听这边啦、啊？